谢谢洪副院长，各位同仁，杨琼在这边要感谢，特别感谢教育委员会的所有的委员，以及司法委员会所有的委员，朝野的各界，我们将私立学校的老师能够正式纳入到这个公保条例里头，其中重点在于追溯到1999年1月1号，同时在保险费率的部分上限20%改为15%，那么年金给付以1.3来做计算，养老给付的平均投保份额由15年改为10年，重点在于这个部分由政府以及学校呢各付50%，这个目的也就是希望我经常强调的投资教育，希望永远在我们希望不管是在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以及家庭教育三方面全面的让大家无所后顾之忧的全面的来照顾我们的孩子，这也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让这个社会正义公益能够展现出来，所以在这边要特别的感谢所有朝野各界的委员，大家全力的支持三读通过。